张本智和与张本美和两兄妹成为了常规挑战赛突尼斯站的大赢家，哥哥斩获了男单、男双、混双三枚金牌，妹妹获得了女单金牌，张本兄妹父亲笑得合不拢嘴。而当张本兄妹分别被问到最喜欢的球员时，两人的答案相当有趣。张本美和说，我最喜欢的球员是孙颖莎和王曼玉，并努力向他们看齐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当然是我的哥哥。张本智和则说，我最喜欢的三个球员是马龙、樊振东和王楚钦，如果算上女子运动员，妹妹就是我的选择。看上去你俩是真喜欢国乒球员啊。当然也是因为两人看齐的是强者，谁让最厉害的都是中国运动员呢？兄妹的关系也确实好，互相欣赏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